个绿茶女真的笑死我了。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，这是一局我随机匹配的队友，看两个队友的互动，他们俩应该是情侣。然后呢，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哇，你们两个撒狗粮也带我一个嘛？姐姐怎么跑掉了？算了，你们俩撒吧。我去，看来这局有意思了，我已经拿好小板凳准备吃瓜了。宝宝，给你三级甲。我不要，你拿着吧。哇，哥哥，三级甲哎，我都还没有哎。那给你吧，萱萱。可能是我给你的。二楼有人，我扔克雷进去。哎，你干嘛？姐姐，你离我远点，我不要你扶。悠悠，你干嘛炸他？我没有，哥哥没事的，算了算了，悠悠姐姐她肯定不是故意炸我的，你就别怪她了，一会儿悠悠姐又该不开心了。是你挡着我的雷才弹回来的好吧？够了，悠悠，你就不能学学萱萱？人家萱萱都不怪你了，你居然还说她。哥哥没事的，别凶她了，我们走吧。宝宝，只有一辆三轮车，你先上车进圈吧，路上找到了车再回来接萱萱。要不你先带萱萱进圈吧。不要嘛，哥哥不走我也不走，我要跟哥哥一起。我没事的，你跟悠悠姐姐先走吧，听话啊。你们干嘛呀？是不是当我不存在呀？你们这样有意思吗？我们哪样啊？你要是看不下去你可以走啊。哥哥别生气了。算了，我给你们让位置好吧，我自己走。那既然这样，哥哥我们一起进圈吧。好的，咱们进圈。这一刻我的小脑瓜里突然闪现了一个阴谋。你有病吧？你是小学生吗？还扎队友，看我不举报你。哇，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哈，亲眼见证了一对渣男绿茶组合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人家有女朋友，你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哥哥的叫着，还故意制造陷阱被炸倒，然后再反咬一口，一天天的不学好，学着抢人家男朋友。还有你，死渣男，有女朋友还和别人玩暧昧，是非颠倒的坏家伙。那么好的女孩子，你根本配不上好吧？去死吧，你们两个脏东西！还没给我说我凶登登。